心性而说的。所以下面讲说，物以为世尊，但现世人一般行仪，为此文要旨。都以为这世尊是现一般行仪，就是这个开经的要旨。但是你要讲清楚一般行仪是什么，所以一般行仪的一般者，该于等行，你应该是在等行中说一般的，应该在佛性上的等行中说一般，而不是站在种种你用众生情想的差别的感受有凡有圣之中说一般的。什么叫等行？在圣即凡，在凡即圣，在圣即凡，凡不堕凡中势力，在凡即圣，圣不会暧昧等化一切凡。这根本就是觉心啊，因为觉的圣觉的凡都是大觉，大觉不必用凡圣来表，但是大觉现前时仿佛好像就有凡有圣。镜子无形无相，镜子现前时你就好像分别一个非色的镜体跟一个有色的镜照，但是其实你讲这非色的镜体还不是真镜体，那是约有色的镜照说的。所以非色的镜体叫圣，有色的镜照叫凡，因为它能够处于缘起中叫凡。但你不知道能现如是镜体，能现如是凡，能现如是圣，能现如是凡的才是真镜体。你缺一个都不叫镜体，只有圣没有凡不叫镜体，只有凡没有圣不叫镜体。那个是要你念念毗婆，熟悉念念在发掘觉心啊，解读觉心啊。你要是真正能够这样子念念毗婆，熟悉这样子解读，将来在任何烦恼之中，你根本不必还像一般人说我要断烦恼，我怎么断烦恼？因为烦恼起处你就知道就是觉体，只要烦恼起处你就知道是觉体，你知道是觉体时就不随烦恼，你不随烦恼，但是你明白烦恼，但是明白烦恼一定不随烦恼，所以真正能断烦恼的是什么法门？你知道吗？是你根本明白明了烦恼。即菩提，就像净色之前，你知道原来全色是净，你就不堕净色的束缚。但是这种语言、这种下手处、这种道理，行者是要念念参来的，要有寻有思，念念老实啊！因为我们习惯的那个众生语言，就不是这种声音啊，永远不是这种声音啊。所以他就以为是现一般行仪嘛，啊！但是事实上，一般者该于等行，以行无差故。为什么行无差？是在佛在的那个大觉心体，觉好觉坏，觉圣觉凡，根本无差。你要是在圣凡有差，但你能够觉的，你不要老是忘记觉心啊！没有觉，你怎么知道圣凡？觉心有差吗？所以一切行不是圣行凡行。一切行是因为觉心能现叫做行，觉心能现那个行故，所以在圣有圣行，在凡有凡行。要是觉心不现那个行，在圣也没有行啊，在凡也不会有行啊。不但无行，你连凡圣的名字都不能立啊。所以那叫行无差故啊。行无差，行无差这个字是乃曰性起，是讲性，是你明白那个性，你念念在一切差别之中明白那个性。念念导读那个信，导读那个信时，将来久而久之叫做思，真正思生之时，你将来才能脱胎换骨啊。真正下手处是从理念之中、道理教义之中开始啊。但是你不要解读错了，你不要把虽然我们是众生心啊，但你也不能够太啊亵渎了这一念众生心啊。众生心说我只要懂得教义，其他先等一下，没有等一下的。我懂得教义时，你念念还在色受想行识，你念念还在色身相位触法吗？你懂得教理时，你就马上就能应用，知道吗？所以绝对没有说我要懂得理，所以不要试，或我现在要试，不用懂得理，这都是妄说佛法人，背离心体人啊。小孩子要向善，纵然我现在还是个恶人，但我今天有一念向善，我马上就能呵护下一念的恶心现前时，我就告诉自己不应该。你为什么马上就能呵护现前？不就是理事圆融吗？那这个理事圆融，它为什么马上就能够从理到事就能够相及呢？因为能够明白理事的是那一心，
因为那一心之中，理是都在那一心上嘛。一心所现的理，一定摄一心所现的事嘛，因为是一心，一心所现的事，一定会让你通达一心所现的理嘛。所以绝对不会告诉你，只要是先不要懂得教理，只要理先不要有事。你要自己这样教育自己。我马上懂得道理，马上这样思维，所以我马上就会在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已经开始体会了。这叫反观，这就叫反观了。那你说我这个在一切起心动念开始体会这个反观是造作吗？不是，那是因为你明白道理所起成的心中自然而然如理的约束，如理的对峙，那都不是终身无明的造作，那已经不同了。虽然有坐相，但有坐何妨？决心就是现坐，你将来真的决心也不会无坐啊。但是明白如理的做，就叫像刚刚讲的印量，能够印量的有做，全部有做，就是让你能够体会什么？你明白有做处，就是让你体会心中那个空无的灵明处。你越明白净色的有为处，是更增添你明白净色根本不堕一净体，根本不堕一色的空灵。为什么居然能够变成如此？是因为心中的方向不一样，心中的种子不同。种子不同，你何必怕它有作无作？只为你种子行者，你建立了与否。那如何建立那个种子？念念曰性起而说啊，不更烦情啊，不是躲在烦情里面老是在里面搅绕啊，不是躲在烦情里面以为有所希望啊。你能不能开悟，是不是现在用不用功，都在当下自己知道觉得这一念中是谁。我是讲到行者了，当然不是讲一般人，行者都会怀疑，哎呦，这有没有用功。事实上他平常都有行为，念佛啦，精进啦，诵经啦，但我是不是用功呢？这一念现前都告诉自己，假如我是堕在这一念现前时，我又堕在这个念气氛之中，语气中的愁云淡雾，你就叫不用功，因为心不熟嘛，那过去所做的就叫没用功嘛。假如这一念现前我都不被这一念迷惑，我肯定你过去念的佛有用功，听懂吗？所以下次你就会怎么，你那你说讲的话，那法师那很难，那么就很难，谁讲的？下次你再有如是念头现前时，你已经知道对字了，你会把过去所念的一切佛一切用功，你把它全部功德又回来，所以绝对没有唐捐的。你要懂得对峙就是了，这你还会慢，你才能够懂得原来你心中那一念根本的智慧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嘛。哦，大家生死师大啊，哦，自己好自参之啊。大众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弟子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